我是小邪，我是毛毛，欢迎收看本期的节目。提到摩羯座，我们想到的就是高冷还有闷骚，其实这并不是完全的摩羯。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摩羯座的真实面目。首先啊，第一点，摩羯给人的感觉很冷漠，其实摩羯是很善良的，他们内心也是很火热的，而且他们还是很重感情的，你对他好，他就能十倍百倍的对你好。对啊，一旦摩羯认定了那些朋友，便会跟他们掏心掏肺，表现得非常体贴及亲切。第二点啊，就是摩羯座总是缺乏安全感，而且很敏感，他们极度害怕失去，所以时间一久，你就会觉得摩羯座实在是太玻璃心了，总是在疑神疑鬼的怀疑自己，因为安全感对于摩羯来说是一个源源不断的东西。对，但是他们在得到安全感的时候，也会给予对方很大的安全感。对啊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摩羯总是对自己非常的狠，可以说是毫无人性的伤害自己，但是却从来不愿意去伤害自己的朋友，而且摩羯总是会把朋友宠成伤害自己的匕首。因为就是这么极端的摩羯啊。对，还有事实上，摩羯座的人经常在强悍的外表下，用硬如铁甲的外壳将自己秘密的武装起来。对，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先结束了，如果你有不同的见解，欢迎到评论区留言，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，拜拜。